叫林玉芳，今年21，双子座 A 型，有点鬼灵精，大家都 call me 无敌百变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DD52 这次的新成员，我叫奎妮，我来自高雄，因为梦想所以上来了台北，然后目前在基隆就读淳佑影艺科技大学演艺事业系一年级，然后在学校有一个小吴尊人称号，人家说我的有些轮廓很像，然后。还有一点是因为我的风格，就是唱歌的风格，也比较喜欢 R&B 类型的，然后也有就是做演出的时候会唱他的歌，然后人家就是因此有了这个称号。我其实是黑桃，对，我是个性，我觉得韩团的女生真的太漂亮了，我还不行以外，我觉得其他两个我都可以驾驭。个性排行吗？我觉得可以落在10。算偏高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要对自己有自信心一点。我要来唱这首是吴卓源的《你是不是有点动心》。喜欢你明明生气却假装丝毫都不会在意，喜欢和你从晚上月亮聊到太阳全都升起，慢慢靠近你，慢慢想起你，说到现在你是不是有点动心。谢谢。我要带一段自编舞，是 Justin Bieber 的 Yummy。 Yeah, you got that yummy, yummy, yummy。Yeah, you got that yummy, yum, that yummy, yum.